台南市一中路会所南区的书报展览，依据我们高雄市中壮圣徒要代表高雄市在会场有一个诗歌的展览所以我们预计要有42位的弟兄姊妹前去。那这边向小组先请在座的中壮圣徒先有意愿要去的先调查我们举手，因为现在送孩子调查登记的这个人数都不够是不是在这边你有意愿要去的代表高雄市召会圣徒有份于在11月17号台南市一中路会所书报展览会上10点钟在这边有第一场的诗歌展览，我们只展览一场诗歌展览以及还有一个见证他们开展见证，有意愿要去的请举手，这跟我们要车辆要出动有关。20位不到，好，手放一下。好，盼望我们这个四个大组的组长他是在希望盼望我们中壮圣徒都能有份于这样的展览。谢谢你们。然后这个能整齐的上台事先有一些诗歌的预备。谢谢你们。所以这个人数我们还需要再加强，是呼召更多的圣徒人前往。这边再报告，补充点报告，就是开展组呢，我们现在已经分成两队，一个奇美队，一个陆组跟阿脸，这两队呢已经前去2个礼拜了，我们是每个礼拜六下午出去开展，跟当地的圣徒配搭，那边有交通，这里呢要加强一点，我们就巴望你有报名或者。你有出去实际参加他们开展的呢，我们是巴望礼拜一下午3点，巴望你们能够来到我们的客服中心，我们有一些属灵书报的追求。第二方面呢，对你们的开展呢，我们有交通，然后杨弟兄呢会帮我们彼此呢，这里有扶持也有教导，所以我们巴望呢，你有报名这两队开展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礼拜一务必在下午3点，我们在客服中心有在属灵上的追求，只有在我们开展上呢，有哪些需要的扶持跟以交通，让弟兄姊妹能够记得。还有等一下呢，务必把你们这往斯里兰卡开展的信念单呢，存钱信念单呢，等一下都务必呢能够缴回来，因为我们要有一些前置的作业。所以帮弟兄姊妹们务必把你所拿回去要填写的斯里兰卡中壮年牧羊成全信念的报名表，人家都务必能够缴回来，我们有一些前置的作业要交通。阿们阿们，感谢主。那11月我们的行动有非常的多，首先先请问一下姊妹们，你有报名参加姊妹集条的请举个手。好，请放下。那如果你还需要再加入报名的，请你报名第3批次。就是你还没有报名的，那你想再报名的，现在第3批次还可以报名，请向总执事室的黄永荣弟兄报名。那这一次训练的主题是主恢复中独一的工作。纲要现在已经在书房，1本80元等一下下课的时间可以去自由的购买。参加姊妹集条的不要买，因为到那边会有，好不好？好。那第三件事情，我们11月17号这个书报博览会的展览，当天召会有很多的行动。那首先有全召会的小牌联络人的交通，也是在上午在这里，还有FTTT 的这个恳亲会，还有这个周末的福音开展。那弟兄们，这个请大家就是择一参加，因为行动这么多，主体呢，我想刚才杨尚生弟兄叫我问一下，我们是小孩联络人的，请举个手。比重很高，好，请放下。那
兄们说，就是交通的结果就是，请大家就是一个排，你最少都会有两个联络人嘛，对不对？那最少要有一位来参加。那至于参加其他福音开展还有博览会展览的，就请你在祷告中寻求来参加。好，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服事的总管有很多事务的交通。赞美主。我们下一周的真理亮光回答啊，我们请第三大组预备一下。好，那还有那个就是下课以后11:40，我们请那个摄影那个资讯这个报道组啊，我们在餐厅那一楼的餐厅集合一下，我们有那个服事的交通香条，对不对？还有我们自己就帮忙 ，OK。好，这个刚才我们弟兄讲总管很多事，没有很多事。这个总管报告都是琐碎的事啊，好像爸爸妈妈嘱咐小孩子一样啊。这个有一点重点啊，就是刚才郭弟兄已经告诉我们，这也是耶和华殿的建造的重心，整本圣经就是在讲建造。但是要得着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团体的圣人。重点来了，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就是您要对人产生兴趣啊，您周遭的人，您旁边的人，希望互相有一个认识。您不要坐在旁边，你都不理啊，啊，你都不理，这样子我们的建造就打折扣了啊。OK， 第二个，最后也要带名牌。我今天带了名牌，我才上来啊！您不要忘了带名牌，打招呼说要看看，贵姓啊？还要问半天，看名牌就晓得了。好，弟兄姊妹注意，最后一点啊，这个是爸爸妈妈要嘱咐小孩子呀。今天的点心是吃太阳饼，你晓得吃太阳饼的时候可要注意了，满地、满嘴、满身都是。希望让伤害减低最少程度。好，我们两两祷告以后，我们开。彼此有建造。